这是一口经历过时间沧桑的船锚啊！来吧，小伙伴们，咱们出发赶海喽！小海星在这儿，嘿嘿，哇，真好看！我去，发现一枚小雷公啊！我那个天哪，这谁家的鞭炮啊？又发现一只大扇贝啊！不晓得里面有没有珍珠呢？不管了，咱们带回家慢慢研究。快看，小八哥飞了，嘿嘿，跑不了了吧？哇，小菊花在这石头下面发现一只蟹老板，来吧，哎，出来，来，哎，又来一只小毛毛虫啊，哇，还挺滑溜的呢，这可是大补，带回家。这是个什么呀？海螺壳呀，造型挺别致的呢，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。这派大星过的小生活无忧无虑的，喜欢这个小可爱的打个666，嘿嘿，我又来抢沙马蟹了啊，来吧，来吧，出来吧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